未来的不正确不好的那种世界跟象限，想要进入你这个象限里就进不来。我这样讲是比较理论化，用民间信仰的来讲，鬼道众生要来进不来，知道吗？阴的黑的暗的要侵犯到你家来进不来，是指这个意思。这个我们只能跟你点到为止。土地公啊，但他看啊所有的象限都看过了，那么告诉我们说地藏菩萨的这个象限呢、是最好的，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才提供给我们。我们这个佛像啊有做过，那个回去啊我们再寄过来给大家做参考，要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印，这个不收版权所有费用，我简单跟各位讲，你要快的话上网自己去抓，我们网站上面有这地藏菩萨的这个部分，我们要省的简单不用记的话，那你就上网去抓，这华严网站自己去抓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图像，我们有做好的给各位做参考。好，这个、部分呢我就简单的跟各位谈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讲。